明显。嗯，不好看怎么办？打个光，这样就好。嗨，放个 music。我一打开 B 站，B 站都祝我生日快乐，吓我一跳。嗨，我刚我们回中心之后就去排练了，排完练之后，过完生日就坐在那吃蛋糕了，吃完蛋糕之后我才回来。对呀，还抹口红。那你直播你不抹口红，我跟你们说，我这帽子帽檐还有回声呢，我自己说话我听得一清二楚。我还没抄完呢，艾迪，但是我在剧场抄了一点。我今天发车。天哪，这个是什么生日蛋糕？我从来没见过这个生日蛋糕哎！怎么会有这样的特效？我第一次见呢，蛋糕改版了。有人投票吗？刚才我写一下。为什么会卡呀？现在还卡吗？现在卡吗？为什么说我卡了呀？我连着这个。现在还卡吗？门上有房卡。谁的声音？我换了个网，我在直播哦。天一，王小佳，我就知道王小佳，我想王小佳也没好事儿。出来吧。没看不见。给你吹首歌吧。好，快，那陈琳的手机，快借我拍一下。不会吧，不会，这也要拍？我不拍你的脸。好的。三。让我拍你手特写，来吧，三二一。我有很多个家，哎，以后来这个房间直播了。戴耳机的朋友，地毯，沙发好，这个沙发好棒哦，立马就搬家。王小佳以后每天都要来我房间直播，可怕。没有啊，不每天来，好棒哦，我也要学习一下您这个买个桌子，我要把那好几年了，你是有两桌子，你的桌子，你室友的桌子，俩桌子。对，我想把它搬出去，太多放不了东西，太小了。你怎么有那个生发剂呀？对呀、啊，谁不用生发剂？但我都没用过。我不敢用，因为它是这个表情，我怎么画？我刚画了一个表情。
你那个白发抱枕呢？还带呢？什么白发抱？是这样那个吗？你说的那个吗？上次抖音的那个。哪个？露出眼睛的那个。就是这个呀。这个呀。就是那个恐怖娃娃。啊，对啊，恐怖娃娃。哎呦。吓死人。不行，在群里面发起一场战争。干什么？啊，家干嘛？告诉他们这是你的生日。然后呢？对，我们以往都会按在群里暗示的。刷屏。确实，我要登一下我的微信。哎，你的网是多少？对，是这个网，341341BC，是吧？本来是有你们网的。呜呜呜！在哪个群组？记住了，341341BC。遗忘的国度。遗忘的沙雕。WiFi 密码说出来，你们也连不上呀，对吧？嗯，回复一下。你不吃蛋糕吗？吃完了。我刚在楼下排尿的时候就吃干净了。对，你去我房间看，我干净了，可干净了。给你欣赏一下谢天一的蛋糕，你一定会很喜欢。反正我也不吃。你们有看到我蛋糕的样子吗？吐了，不是，好可爱啊！我发在了那个他的房间里。哇，好可爱，是吧？尤其是融化了，吐了，他吐了。对，本来那个蛋糕是没吐的，但是在运输的过程中他吐了。对，就很像一开始排练的谢天一很开心，然后排到同行的时候他吐了。同行模范生我也不行。我把这件事情跟所有人讲。什么东西？你生日这件事情。你知道吗？正好因为正好那个时候我跟他同行，然后那个店家给我发来了这个照片，我一开始没看到，后来是小季姐，我让小季姐去拿，然后他给我发了一张这个照片，是这样的嘛，我就看他怎么吐了。嗨，说好适合你现在的照片。今天一生日，我都给他吹卡布迪，你看这拆。然后家的冰淇淋怎么打不开？哇，蛋糕，哎，这个怎么打不开呀？气死我！用牙咬。杯盖的 open 处打开，怪不得打不开。这怎么开呢？哥哥你不行儿。哎，这个有了谢天一的表情。哎呀，这咋开的呀？这是。看到了。哦，这发给谁了？我忘记掉。哦，这么开。哇，我想加送我的生日礼物。怎么了？里面是什么？里头是这样的。我都没有吃过。看。燕麦，这是什么味儿的？这是焦糖玛奇朵。上头是。呀，那个外卖我没拿，记得。哦，超市外卖。哎呀，这个勺我又拿不下来了，这勺怎么拿下来呀？太冻了吧！我冰箱里面全是冰淇淋，去拿外卖。我批发了一堆，你还想吃吗？你看，全里面是冰淇淋吗？我冰箱里面好多冰淇淋。谷物冰淇淋，上头是巴旦木，然后他送我这各种口味的，什么都有。吃不了。什么啊？比如，你自己看，不是我是二。哦哦哦。哈根达斯吗？还是啥？没有，我们都是普通的吗？那什么东北大板啊什么？对，放了多久？王小佳放了多久？我要吃，我要吃。你自己去看吧，335。放一会儿。自从楼下被人拿走之后，就可以放很多冰淇淋了。这是蛋糕，生日蛋糕。我又老了。回复微信，我再回复微信。
我一会儿还要洗头。哟，我还以为在听歌，结果他这个前奏怎么这么长？原来是刷牙的声音。变成一叠星星就可以折吉尼斯了，感觉。对，我很盲折。嗯。然后家不会。他叠星星，我看他叠了五个，我才叠了一个。我会呀、啊，我会。你会？给我一个。那你叠这个深色的这个颜色的纸都没法写字。我没有淡色的笔，就是我有这种深色的纸，它就写不了，写字不清楚，就看不清，没法用。你爱我，我爱你，你是冰山甜蜜蜜，你是冰山甜蜜蜜。一会儿给你们展示王小佳折的星星，陈琳折的真的是不行，都展示不出手。来不及接 ID， 我这有个投票榜，投票榜是不是给我投票的人？是啊。对。我这有投票榜，一会儿我会把投票榜全都记下。什么？你把 ID 写到星星里面？对。对。有一面是丑，一面是有一面好看。王小佳折的星星。你折这个也好像一个人啊！昨天陈琳折了一个，说那个他折那个像王瑞琪，这个也好像王瑞琪呀、啊。这个星星好像王瑞琪，你看。王瑞琪，好像呀！说明你心里有他，看什么都是他，你看个屎可能都是他。对不起，喵喵，我错了。哪儿像？你不觉得他特别像吗？哪儿像了？你不觉得很生动吗？很像吗？不生动了。你还没有你的，还没有你的吗？他说他本人像。投票榜只能看前十，那怎么办？投票榜。对啊，那怎么办？怎么办呀，大家？又怎么办？怎么办呀？我看回放它没有啊，回放不会显示这些吧？对，怎么办？有人告诉我吗？怎么办？对，投过，在刚刚直播里给我投过的，在房间发一。好蹲的刷一怎么办？那你就要没了。我跟你讲，会很多人刷一的，包括我。我等下个小号就给你刷个一啊。哎，你给我折个星星。我好无聊。刚刚投票的发一，在房间里发一，在这发什么一呀、啊？哎，我去你的直播间刷个一。那我懒得登小号了。嗯嗯，你就要发在这儿。王小佳，应该发个999吧。嗯，发多了。
谢谢王小佳投的99999票。嗯，王小佳，太感谢王小佳了。能折一个王小佳吗？我给你们折一个王小佳。王小佳会是什么样的呢？我想听 Mad World。 他居然今天生日，那你带我多吹一次。你要听什么歌？ Mad World。 你要吹 rap 那段。我好像也有卡祖笛，但我忘了放哪儿。谁给你发的？刚刚一个转音把你送走了。不是 rap 不能吹。王小佳活泼。哎呀，王小佳，你发过晚安地球人了没有啊？比王人气胖没有。没有啊，因为他们这有沙发。晚安地球人。我是机器人啊。机器人就没完。你是去拿冰激凌了吗？没有啊。你跟我拿一个。我去拿外国，忘了外面的外。帮我从我的冰箱里面拿一个。嗯，结果在我这玩，王小佳是来我这送祝福。我本来想睡了，本来都已经完了，我看啊。王小佳睡衣都换好了，垂死准备睡了。垂死梦中惊坐起，我说哎呀这不行啊，一定要搞一个专业。你刚才是做了首诗吗？对。那肯定要对吧？肯定要专业团队一下。在吃冰淇淋。你想听什么歌来着？大家重新换一首不是 rap 的歌，rap 吃不了。想听同行。不会，同行吧？同行。我和你是同行，所以我们很快乐。你怎么没给王小佳拿冰淇淋啊？没有，我去拿外卖，我咋给你？啥？你为什么自己来干我冰箱？你不是在吃吗？对呀、啊，我在这星星啊。你是冰箱里面随便拿一个。我在完成今天的东北大板吧。不是，我刚刷过牙。行，那我就吃。你要吃吗？不吃，我不吃。下次再拿。明天出发的时候让我拿一个。你出发就要吃冰激凌，我明天还要去剧场排练呢，大家。当然也是有点过分，毕竟啥也没吃，吃个冰淇淋吃。我好几天没洗头了，所以我今天戴了帽子。哦。我20号洗的头，20号公演完洗。快点首正常的歌好不好？正常的歌，你今天不是放着歌的吗？他放歌了吗？没听到啊。放着呢，就拿用你的那个声响。不是，你看，你点首歌嘛，最后点首歌我回去了。我点首正经歌。正经歌。我今天排练，我头发都已经不行了。谢谢你不理我了。理你，我想听《相约酒吧》。啊，正经歌没有。我想听最什么来着？想听什么呀？什么呀？不知道。醉清风啊，醉酒的蝴蝶啊，给你欣赏一下。难忘今宵。好嘛，不是正经歌，陈琳怎么办？难忘今宵不正经啊。对哦，对于我们来说不正经。什么？来这个。好了。好，就是这个。这是什么？海底捞神曲。什么？
Happy birthday。刚刚给谢天意的那个 DJ 版的是吧？对 ，DJ 版的。你就搜 DJ 版生日快乐歌。好多 DJ 版。口口一那天管我要来着，说你那个 DJ 版的生日快乐歌是哪一首？我们仨不是一个 unit。到底谁唱的还是那个？不、哦，对，还得唠生日歌。他叫生日歌叫什么？不知道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。等一下啊。剧场搞的，我这一幕在梦里见到过，好神奇啊！男嘉宾，这是什么歌啊？看我今天穿的是我的应援服，你们看得到吗？你的同行一点印象都没有。我的名字，我的生日。在抠脚吗？没有。我打样打了两版，我今天穿的这个是硬胶的，然后还有一件是数码直喷。但是数码直喷这件吧，硬胶的不是这个是胶的嘛，然后这件数码直喷是喷上去的，就是感觉就不是胶的那种。但是这个硬胶的摸起来还行，质量还不错。但是这个喷的吧，这个就是有色差，这个有色差。然后这个衣服它偏米白色，这个是白色，那这个好像薄一点，不知道会不会透。这个稍微厚一点，我就不知道，我就纠结。你们觉得哪个好呢？你们觉得哪个好呢？哦，我也不知道，白色的。好啊，我准备回去了，给你吹首《蓝忘今宵》吧。好。今宵。地球人，晚安地球人，走了，晚安。晚安地球人，拜拜。起床见。起床见。隔壁应该要报警。后面那个标给你看一下，后面那个标。关键是这个数码直喷的这个吧，它后面的标它是直的。那么奇怪，我穿这个硬胶的吧，它后面字母是有点弯，你知道吗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。你看，然后这件其实也还不错，都还挺好，就是直数码直喷的这个后面有色差。对，我看了口袋的字母图也是带波浪的，但是我这件做出来后面字母就不是带波浪，就是正常的字体，我也没明白，我准备再研究一下。我设计的当然是直的啦。陈琳怎么上床了？你穿成这样就上床了？我都没换衣服。我的上半身是睡衣。我今天穿的是我这一件，
衣服，明天我准备试试这一件。不是，是我设计的衣服。陈琳趴在床上。跟超超 AB。怎么办？刚才投票了，我都没看见，只能看见前十。我先把前十投截个图好了。怎么办？嗯？哎呀，尝尝我想家的生日礼物。这大晚上的又吃蛋糕又吃冰激凌，怎么办呀？这完蛋了。不要。你说的对。啥是今天的？蛋糕还挺好吃的。分不清楚了，等一下。抄错了。漏的着我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办，我刚才没接着怎么办？不是，这个直播是镜面的，我不用左手写字儿。行，那我就不管了，我先把昨天的弄了。非得让我抄。这个是24号，我试试用这个深色的试试看它能不能写啥。其实这个深色的也还行吧。这个深色的是我的实验品。淡色笔，我哪有淡色笔？我的纸快用完了。现洗。我先写。盒子我也不知道还能装多少，还没来得及买呢。天哪，这个 ID 太长了，不会唱 rap 的刘总。
我记得他，他上次出现过，我也吐槽了。我上次吐槽过，改密密麻麻，谁敢改？弄死他！生日蛋糕，大家都把 ID 改。我昨天抄了一个 ID， 是逗号句号逗号句号逗号句号，我觉得这样的就很不错，令我印象深刻。为什么出现一次就卡？三个感叹号，我还记得一个，就是特别简单的，我就记。你这个，我抄了，抄过了，24号的，记得呢。特效太华丽就卡，那不行啊，这。改成省略号，我还得数你有几个点。举符号记不住。最多可以十几个字。我昨天抄了一个，那个字儿我写着写着我都不会写。你的 ID 不行，我好像是哪天抄了你的，给我气得够呛。不是昨天就是今，不是昨天吧？可能还是什么时候？带表情，我刚刚就抄了个带表情，画了四个表情。对了，小鹿刚才给了我一个礼物，我来给你们拆一下。因为我没洗头，我一会儿准备去洗头。抓着什么？嗯，卤呀？不是吃的。什么反光？反什么光？这是一个包吧？我拆这个声是不是有点大？是一个包，这可以提着，然后里头是这个样子。我头不油，我就是今天戴了一天帽子，头发被压塌了，还挺好看的。我也不知道这是装什么的包。
干还挺好看。写信没写信，因为我觉得这个帽子好看一点。也不是，就是我，但这个帽子可以把头发遮得更严实，那个帽子遮不严实，就是可以把头包住，懂吧？这个意思。这个包看起来挺好吃的，我也不知道，毕竟我前几天才把吕倩过生日的礼物寄给她。你们应该说戴什么帽子都脸小，还这个脸小，那个还这个那个，还差多少？还差不知道，我还没抄完呢，昨天的我还没抄完呢，我一会儿还继续抄呢。我这个帽子，我就是时尚，帽子好看。刚说什么了？做周边的时候，我想着要不要做帽子，但是呢，那个帽型很难拿捏，你知道吧？就是这个帽型不是谁戴都好看的，我也没说你们驾驭不了的意思，就是这个帽型啊，要选适合自己的，所以我怕你们戴上呢觉得滑稽，就没做帽子。我没有，就是怕你们觉得不漂亮不什么的。就没做。头大头小也不一样，对呀。啊，对，有人不戴帽子，对吧？而且我设计这个衣服就想着我的名字小一点，这样平时大家也能穿。握手会，握手会不笑难道要哭吗？握手会我会保持微笑的对待每一个人。我这个帽子，不，也不一定。我今天的手速没昨天快。怎么回事？对，我可能会忍住不大笑，我可能会。我来给你们展现一下真正的技术。我一会儿还要洗头呢。我明天还想早起来化个妆，因为我明天想漂亮的过一天。展现真正技术。什么好丑？明天我发微博，明天中午12点发。我都想好了，在大家吃饭的时候。你看我的黑眼圈，12点你还没醒，太羡慕你。天哪，这个人的 ID 好长啊，气死我。不对，不是这个写过，写过。哎呀，不对，这都是写过了的。我这写的是什么时候的？等一下，
会儿还要核对，陈琳都已经躺下了，我还在这儿，这是。我准备拨到这个星，把这一堆星星折完。发了消息，可是我在直播，等我关了直播再回吧。我今天手滑，手滑就折星星就有点难。被认证了，早爸舍命陪我折星星，这怎么好意思呢？早三是什么东西？不会吧，我怎么我今天手速不行了，我今天手速怎么不行了？他这个头像怎么扑棱扑棱的？不行，我急呀！哎呦，排练给我整晕了。就是后头那几首歌，唉，唉声叹气。我排着排着我都要生气，我都已经生气了，气死我了。我对一首歌生气，我现在不只对一首歌生气，我对好几首歌都生气，我就不能理解了，我太生气了，我记不住。再播几分钟呢？对，首演没直播，跳哪个 unit？ 等首演之后就知道。我家这冰淇淋画的有点太过了。看着你都饿了。
不会呀、啊，我什么时候吃什么东西我都不会。你这拿点零食不行，一点半了，别吃了，不能吃了，只能我吃。凌晨了，别吃了，别吃了，别吃什么？吃都一点半了，还吃？胜利在望。你更要吃，那你吃吧，撑死。别吃了，这么晚，一点半了，别吃了。一点半了，哎呀，又是这个 ID 是吧？气死我了！看我要写这个，写几分钟啊？等着。完了，要开始写那个字儿了。气死我！但是我觉得明后天就是这几天我都没有什么没多少时间搞这个，要去青岛要排练了，要首演。我先折着。我还有几个就折完了。哦，挺好玩的，肯定没时间呀。用这个深色的试试。天哪，这也太深了吧，两个深色的试验品。这个长长的 ID， 我刚才是不是超过了？
哪能办？又是这个唱唱，为什么要起那么长的名呢？咦，可以啊，这个我也超过。改个短的，有表情，有的表情太难画。难画了我就不画，简单的可以画画，比如说爱心什么的，有的我也不知道怎么形容。别改那么多 O， 改那么多 O 我的还得数有几个 O。 这个我能画，这简单呀。我在折星星，我还有三个就折完了。我今天手速不太行，我40关直播吧，然后我就要收拾收拾，明天还要去剧场。手还行吧，明天还要早起。现在过会儿过几个小时睡的话，两三点睡的话就相当于早起了。早上吃什么？想好，我都跟阿姨点好饭了，去剧场直接吃。首演完了，首演得7月份呢。从青岛回来会休息一两天，我先把这些都装进去。这是等会儿，虽然你这个 ID 起的还不错，但这也太长了吧。我都写不下了，我不快乐。这个长的好记，快乐但不完全快乐。他们展示，又来这套是不是？掉地，对，掉地上了。
好了，我准备关直播了。如果明天回中心排练完，时间早，我还会开。等等。等等等等等等等，完了，刷没了，希望有人能替我记一下啊。什么？没看见？完了，云姐来了。嗨，她发什么了？谢谢谢谢谢谢云姐，蛋糕吐了，什么蛋糕吐了？对，今天我弄的蛋糕吐了，谢谢云姐。你睡了，再见，晚安，拜拜。好，我一会儿就睡，我一会儿收拾一下就睡。想猫吗？是这个的时候。卸妆，我没化妆好吗？我就涂了个嘴，我不用卸妆。你这么一说，我好像特别的开心呢。啊，睡了一觉醒了，我还没睡，我马上就要睡了。我没有。哎呦，我刚前面都没记上，哎呦，别说这字儿也挺难写哈，写一笔就得抬一次头。气我。气我，不知道你的名字改得回来吗？改吧，最好改成一个字儿，不要点符号。行，我准备要下了，关了。我明天还要去剧场呢，我准备下了。昨天23号的图我晚点发。再见各位。等我从剧场回来拍完练，我再开直播。拜拜，再见。谁跟你说24岁？你能不能掰着手指头算一算？能不能？求你，就这样吧，好吧。拜拜，再见，敬礼，拜拜。